伏天什么时候开始？伏天从夏至节气开始。传统历书规定，夏至三更便属伏，意思是说，从夏至日开始往后数，数到第三个更日便开始入伏了。这里的更日是指古代的干支纪日法中带有更字头的那一天。所谓热在三伏，三伏有初伏、中伏和末伏之分，它的日期是由节气日期和干支纪日日期相配合来决定的。三伏天其气候特点是高温高湿，因为三伏天吹东南风，空气潮湿，风的潮湿造成了三伏天期间湿度大。伏天的长短主要在中伏的差别上，因为每年夏至节气后的第三个更日出现的时间不同，所以导致中伏的天数也不相同。中伏时间有长有短，可能是十天，也可能有二十天，于是就有了有些年份的伏天是三十天，有些年份是四十天两种情况。